我可以整根吃的。可以可以。整根吃哦。嗯。味道跟你刚刚吃的是不是就完全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，而且它确实有点甜味啊。对对，可能它辣椒它本身会有一些的鲜甜的味。很辣耶！不会，很刚好，好不好？很辣，很刚好，哎，很棒哎。有了吧？这样是多少？200。根本不可能装380。380？哎，380装不了。对，现在300了，已经爆炸了。老板，你确定吗？那我可能是记错了。老板，我太久没做这个。啊，那这样应该是280吧？我可能记错了。笑死我了！你要不要多了送你啊？哎，我们装满。对，我们直接装满，应该是500克。我印象中，我真的太久没进来了。OK，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。很香哎。好棒哦，根本就是我啊，这就是我本人吧，又香又辣。以后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小辣椒，新的形容词。哎，它吃起来是不是甜甜的？之前吃起来甜甜的吗？吃起来是应该是咸的。我为什么我之前吃的都是有点偏甜甜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每一家的口味不一样。哦，辣椒品种也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把它压平，然后等一下比较好倒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不用应急。倒满吗？倒到它有一个那个腰线这里，有一个腰线。對對對，好，你倒了吗？我停了吗？再来，好，好，敲敲，哦，用手捏，对，应该是280，对，380就爆炸了，对对对，我记错了，对，那没关系。我想你应该是想要让我们多带一点，没关系，这你们自己做的。耶，哎，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对。这样你就可以带回去。哇塞，是我们的宝宝，好赞哦！而且它真的是超满的耶。老板，你记错了吗？说不定是180。没有了，180就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整个倒出来，他刚刚还在那边挤那个，把辣椒放好，好赞哦！那我去拿个筷子，我让你们试一下。没问题，我们试试看。现在给你们试一下，这是我们腌制好的。会很辣吗？这个我小小的，应该就不会。我帮你们找一个比较不会那么辣的。对，来这个。好。然后我再找一个，这个小的应该比较不会辣。OK。然后你尽量吃屁股那边。我可以整根吃。可以可以。整根吃哦，味道跟你刚刚吃的是不是就完全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，而且它确实有点甜味啊。对对，可能它辣椒它本身会有一些的鲜甜的味。很辣耶！不会，很刚好，好不好？很辣，很刚好，哎，很棒哎。这个算是我吃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辣的那一种。这个算不辣，我觉得我算不辣。那你的忍耐度应该蛮高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中辣，已经算比较辣一点。我等一下10分钟去外面吐口哨，我就变迷春姐，嘴巴肿起来。好好吃哦，这很好吃，因为他们那个酱料加进去以后，就是那个甜甜咸咸的味道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超级下饭。对，这就是成品，就是你们现在做的成品，就是这样，那你们就可以带回去自己好好的品尝一下。因为像我拿到剥皮辣椒，我通常是煮鸡汤，所以也是这样用一整罐嘛。看你能吃多少啊？你像上次有客人说，他们用了一瓶下去之后，鸡汤没有人敢吃，因为太辣。太辣了。那有的人用1/3，有的人用1/4，不一定。OK。就看他们喜欢多少，然后自己去加这样子。哦，好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很开心哈。好啦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体验呢，做辣椒是非常的成功。